好消息吼，今仔日农历是七月初一，那么伫咧咱这个月底，农历的七月三十。咱万应公伯阿姐，啊，搁有一场的这个暗会，啊，伫遮先甲咱的好朋友大家报上，吼，大家知影，哦，知影讲咱吼，这个月底农历的七月三十，咱要搁举办一场的暗会，啊，伫遮甲咱这朋友大家邀请，啊，到时阵吼，大家意愿小少小撮，共同来个参加，共同来个欣赏。今物舞台顶，赶紧过来安排介绍。正好唱歌的凯云，梦中最憨人，第一首歌曲介绍《梦中最憨人》，欢迎凯云。接下来来第二首歌曲《梦中最憨人》。